接着是播的台湾味单元，一起来看老师要教我们什么醋耶台湾味。欢迎大家到店来学台湾话。今天的艺术是波涛，艺术是臭球啊，也是画菜功夫。咱来看地图，波涛边爱煎一块茶煎，较袂入去。过来是俗语，夜波涛很是贵，夜是夹档的物件，夜悬很是恐吓，很惊。咱的风俗是咧讲，人死了后就会变作鬼。鬼干那会搁再去出世，未搁再死。鬼未搁再死，自然伊就唔惊死。就算夜波头要来解吓惊，嘛无啥路用，食啥硬硬。